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正宏谈健康。最近呢，有新闻报道说，有一个日本的消化内科医师啊，他呢啊在电视节目上说呢，如果吃饱以后啊，我们侧躺，尤其是让肝脏的这一面向下呢，可以啊增加流向肝脏的血流，促进肝脏的新陈代谢，对减肥有帮助啊。而且呢，他说这种侧躺呢，不能超过30分钟啊，因为超过30分钟以后啊，肝脏会处在休息的状态，反而会使代谢变慢。好，那么很多人呢就问邱医师说，这是真的吗？啊，好，虽然这位啊这个提出意见的人是一个日本的医师啊，但是呢里面呢漏洞百出啊，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为什么这样讲？我有三大原因跟大家报告啊。第一个，肝脏的代谢变好，是不是啊就能够使我们身体的代谢变好，帮助我们啊减肥，帮助我们燃脂呢？你们要知道，肝脏的代谢变好是在做什么事，这个一定要先清楚。肝脏负责几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负责制造一些东西，制造胆汁，制造啊白蛋白，跟制造这个凝血因子，可以啊负责我们的凝血功能。那么胆汁负责要乳化脂肪，帮助消化。啊，白蛋白负责啊维持血液的一个啊渗透压，那么维持全身的健康。好，第二个功能呢是负责合成，肝脏呢把我们从消化道吸收到的葡萄糖呢合成啊肝糖，储存在我们的肝脏里面，糖分过多甚至还会合成脂肪酸啊，储存在肝脏里面变成油滴的形式存在，所以呢糖分太多有时候会变成脂肪肝，就是这个道理。肝脏的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排毒啊，比如说把我们这个啊蛋白质代谢的废物，含氮的废物呢，这个阿摩尼亚把它转成尿素啊，那么再送到这个肾脏里面呢，以尿液的形式把它排掉。第四个功能呢，就是负责啊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药物跟毒物啊，甚至包括我们红血球破坏以后啊当中的胆红素，也是靠肝脏来把它啊分解掉哦。所以肝脏负责制造、储存、排毒跟分解这四大功能。你要知道哦，这四大功能里面都不包括分解脂肪酸的这个功能。所以今天如果血流量往肝脏集中，肝脏的代谢更好，那是肝脏所要工作的事项任务增加了，那就是包括制造增加、储存增加、分解增加跟排毒增加，完全跟这个脂肪的代谢没有关系。所以怎么可能说因为肝脏的血流增加就让你的代谢变好，然后能够让你减肥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躺下来是不是就真的能够让肝脏的血流增加呢？啊，这是一个疑问。我们知道躺下来啊，从下肢回来到心脏的血流是会增加啊，但是呢，心脏的血流增加以后，从心脏打出去的血流是增加到全身去，没有说一定会送往肝脏。说到第三点，说这个躺下来肝脏的代谢会增强，休息啊超过30分钟以后，肝脏就会进入休息的状态，那反而更不利啊，这更是无稽之谈。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呢我啊肝脏的血流因为躺下来30分钟以后肝脏就处于这个休息的状态，那表示说刚刚肝脏这四大功能，制造、储存、分解跟排毒这四大功能啊就会变差，那天哪，那我不是马上中毒吗？然后呢排毒的功能变差，分解的功能变差，那反而导致生命健康上的这个危害，这完全是不合乎逻辑的事情。所以今天邱医师就是用这四大功能告诉大家说，肝脏血流增加，即便代谢变好，也不可能帮助减肥，更何况是肝脏不太可能因为你躺下来血流就增加啊，也不太可能说因为躺下来超过30分钟肝脏就处在休息的状态。所以啊，种种的错误呢，啊，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但是呢，因为大家没有医学常识，无法加以反驳。今天邱医师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位所谓的消化内科医师讲的完全是没有科学根据、没有医学常识的东西。真正要让你的代谢变好呢，还是要靠着啊多做运动，包括有氧运动，包括无氧运动。有氧运动帮助你燃烧脂肪，无氧运动帮助你增加肌肉量。肌肉占据我们基础代谢里面的 22%。那这22才是真的可以由我们意识来控制，来增强它啊这个代谢量的一个啊唯一的一个器官啊。当然你在肌肉运动的同时，心跳加快，呼吸变急促啊，流向肝脏或者流向肾脏的血流，这个时候才会真正的加快，因为血压上升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四大器官的功能也有可能啊，因为这样子血流增加而多做一点功，让它多消耗一点热量，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绝对不是靠躺下来而达成的。好，所以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析这位日本消化内科医师讲的到底是否真实。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分享，并且呢
要按小铃铛获得最新的讯息。我们今天呢就先谈到这边，我们下回再见，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